进堂咏，我看见有一位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许多天使朝拜他，齐声欢呼说：看他王国的名号万世无疆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欢迎大家参与弥撒圣祭。现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意象呈奉在天主的台前，共同的举心向上，让我们认罪，好能虔诚的举行感恩圣祭。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，求你垂怜，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以无限的慈爱浮云你子民的祈求和愿望，使我们看清当尽的职务，并赐给我们善尽职务的能力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撒母耳记上。那时候，小撒母耳在厄里面前服侍上主，那时上主的话少有，异象也罕见。有一天，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，他的眼睛渐渐昏花，已看不清了。天主的灯尚未熄灭，撒母耳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。那时上主召叫说：撒母耳，撒母耳。他回答说：我在这里。他就跑到厄里前说道：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厄里说：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他就回去睡了。上主又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走到厄里那里说道：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厄里对他说：我耳，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撒母耳不知道是上主，因为上主的话尚未启示给他。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，他起来，又走到厄里那里说道：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厄里于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，便对撒母耳说：去睡吧，假使有人在叫你，你就回答说：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撒母耳就回去，仍睡在远处。上主走近，像前几次一样召叫说：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便回答说：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撒母耳渐渐长大，上主与他同在，使他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。于是全以色列从丹直到贝尔舍巴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主的先知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看我已到来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上主，看我已到来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我日切诚恳地期待上主，他便垂顾俯听了我的哀诉。凡全心倚靠上主，不对傲慢轻慕，且又不一副虚伪的人，真有福。上主，看我已到来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上主，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喜，就开了我的耳朵，
全燔之祭以及赎罪之祭也已非你所要。于是我说，你看，我已到来。上主，看，我已到来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关于我，书卷上已有记载，我的天主，成行你的旨意，为我所喜爱。你的法律常存于我的心怀。上主，看，我已到来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在盛大的集会中，我宣扬了你的正义。看，我并没有闭口不言。上主，你全知悉。上主，看，我已到来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主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出了会堂，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。那时，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，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。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症随即离开了他，他就伺候他们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，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邪魔的都带到他跟前，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许多魔鬼，并且不许魔鬼说话，因为魔鬼认识他。清晨，天还很黑，耶稣就起身出去，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祈祷。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，找到了他，就向他说：“众人都找你呢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让我们到别处去，到邻近的村镇去吧，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是为这事而来的。”他遂到加勒勒雅各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，并驱逐魔鬼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今天讲到反省的主题呢，是祈祷，为我们指明生命的方向。现代人的生活呢，因着众多的责任，节奏很快，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去祈祷，等闲下来的时候再找时间吧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看到在福音中，耶稣的生活非常忙碌，不是吗？不但他在白天治好了伯多禄岳母的病，天黑下来以后呢，全城的人都把那些得病的附魔的带到他的跟前，他一一的给他们治愈，一定用了很长的时间。但是呢，第二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，耶稣就爬起身来，到了一个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祈祷。耶稣呢，他没有忘记祈祷的重要性，再忙他也会早早的起身独自祈祷。当然我们当代人呢也很重视效率，我们用一段时间就希望得到一种成果，我们用这段时间去读书去进修，就希望我们有一个证书或者得到一种能力，
因此呢，我们会觉得，在一个地方祈祷，或许是没有什么效率，仿佛的是在白白的浪费时间。其实这种想法呢，也是不对的。耶稣他本身作为天主子，他知道他也需要向天父祈祷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？祈祷呢，为我们的生活指明方向。也就是因着祈祷，耶稣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。当徒弟们找到了在独自祈祷的耶稣以后呢，徒弟们就向他说：“哎，众人都在找你呢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哦，人们啊需要你，人们爱戴你，哎，你快去看一看吧，不要离开这里的人们。但是耶稣呢，他经过祈祷的分辨，对他们坚定地说：“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。天父派遣我，也到其他的地方去传播福音。”所以他们收拾行囊，把当地的人留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去了别的地方。也因着他的祈祷，耶稣的工作充满了来自天父的大能和恩宠。有这么一对夫妻，他们都是天主教友，有两个女儿呢，在中国由爷爷奶奶抚养。他们夫妻呢，在新加坡工作，工作倒是蛮稳定的。他们在这边呢，哎，生活也蛮和谐的。但是最近呢，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，那个妻子呢，回到中国，进行了21天的隔离，回国定居了。为什么呢？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啊，青少年呢，那个行为上有叛逆的倾向，不听爷爷奶奶的话，亲戚也管不了他们。这夫妻两个呢，经过祈祷、分辨，他们知道自己挣下再多的钱财，给孩子们最好的学校，但是呢，也比不上妈妈在他们身边的陪伴。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，哎，他们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这个比较艰难的决定。虽然他们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否宽广、是否通畅，但是呢，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的一段祈祷、共同分辨所做出的决定。所以让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呢，也为他们的家庭祈祷。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让我们呢也向我们的主耶稣学习，每天拿出一段固定的时间来祈祷。因着祈祷，令我们的生命呢与天父相通；因着祈祷，让我们的生活呢也沾染一些来自天主的灵气。让我们也像在今天读经一中的小撒母耳所说的在祈祷中，让我们也向天主说：“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”阿们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酒水的掺和，
象征着天主取出我们的人性，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。上主，万有的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，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，求你悦纳。上主，请你洗净我的罪污，涤除我的铅油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求你悦纳你子民的奉献，并借此圣祭圣化我们，垂允我们热切的祈求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你原不需要我们的赞颂，我们对你知恩报爱的心愿也出自你的启发，因为我们的赞颂并不增加你的内在荣耀，却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有益于我们自身的得救。因此我们联合天上所有天使一起赞颂你，不停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请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新得的好计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子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
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、我们的主保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祝圣父平安。祝你平安。平安。祝你平安。祝你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基督的圣体圣血，不用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我主耶稣，我真心全心你，在身体生世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，
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，愿我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，不让我与你分离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既由圣体圣事得到滋养，求你使我们也能以圣善的生活侍奉你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，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你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